呼吸，看见你第一面，就一个眼神闯进我心间，小心翼翼，一点一点，慢慢接近你的身边，给你我所有，所有时间。身边真正的喜欢不是一瞬间，多么想念你的侧脸，还有头发在你的肩，在你耳边表白一遍遍，对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我想要跌进你的怀，不理不睬被你打败，对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乖乖乖乖你是我的菜，只要你愿意把我宠坏，有了你不用再一个人徘徊。难道就这么放弃吗？你对石梦最终也只会是一场单恋，谈恋爱这种事情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咱们就现实一点啊。方言，你太单纯太善良，石梦的骄傲和冷漠会让你一直付出，直到耗尽精力的那一刻，你连疗伤的力气都没有，再想要走出来，那就更难了。很简单，我的生活只有电影，感情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到底是不是喜欢？接受你这种致命方式，在一个男人身边又亲又抱，重点是那个人还是大明星十一。我想跟你说，我们约定的时间快到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？房子我帮你找，地址问郝云俊。既然选择要放手，就让我再放肆一次吧，让我再为他，为自己做点什么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最终也只有两天的相处时间了。
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。这两个装修最好 ，ins 风，我觉得方言肯定能喜欢。太浮夸了，不要。浮夸那就这两个呗，简约的，时下最流行的性冷淡风。这个小区我去过，不安全。挑地段那就这两个吧。这两个地段特别好，而且离十一家近，我去过还真不错。就没有别的了吗？其实我觉得这些破楼呀都不行，还得是你家。左右啊，我给你买的录音装备到了，来，快看看，哇，好大一箱！哎呦，捡到。来看看啊，怎么不兴奋呢？我可是精心选的呀！呀，妈妈的眼光可真 fashion。儿子，我保证你是全营最靓的仔。哦。怎么了，儿子？不想去吗？别的同学都是一家三口，让伟林去啊，加上舅舅，咱也是一家三口，是不是？舅舅不是爸爸。对了，我可以找郝英俊叔叔吗？谁都行，就他不行。为什么？他不靠谱。那他是我爸爸吗？不是。那他能当我爸爸吗？不能。是不是谁都能，就他不能？左右，你说什么呢？反正没有爸爸，这个东陵谁爱去谁去，我不去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脾气越来越大了？爱去不去，我还不想去呢。石总，那个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说。我不是离我们约定的时间没剩几天了吗？那之前的账要不要算一下？好，我也觉得是应该要清一清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。第一次我来家里不懂规矩，5000。脱毛膏5000，但是电梯间那次因为琳琳的事我帮了你，所以您说要销账，那就归零。拉花那次55000，直播那次25000，那就一共是80000。还挺诚信，给钱吧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归零。你还记得猪蹄手那次吗？你说只要我不拆，我就可以销账。我多带一天呢，就可以多赚一天的钱。我一共多带了3天，那就是15000啊。当然，我给你友情价，只收你10000等于10000，所以算下来，你还倒欠我10000块。你住我家，我倒给你钱。那规矩是你定的呀，我只负责执行而已。好。给你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真给我钱啊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这俗话说呢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要你的时间，我要你24小时的时间。24小时？嗯。又想什么鬼主意？你不会想不认账吧？我认，我答应你，给你24小时，我就看你能耍什么花样。
铃。石梦，石梦，我错了，少罚点款行不行？石梦，石梦，我错了，少罚点款行不行？喂，石梦，石梦，快起床！交给我的24小时开始了，10分钟，我在小区门口等你哦。你服务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啦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左脚油门还是右脚油门？哎，左脚刹车吧。哎，不对，右脚是还是左脚？左刹油那个。虽然呢，秋名山车神已经很久没有摸车了，但是呢，你要相信，这个技术还是在的。优秀。那我们就出发啦！哈哈，要不我来吧。放轻松，放轻松 ，It's just a 小失误。你知道大师都难免会出错的嘛，对不对？再来一次。左右妈妈，哎，这个你看一下。这个吗？我建议啊，这几个项目就别选了，因为都是爸爸带孩子上场的。爸爸，来，走，慢着点。把这个给我。好，慢点啊。老师，我可以的，不就是男家长吗？我平时也经常健身锻炼，没问题的，不比他们弱，真的。是是。那好吧，给我吧，谢谢。好。哎哎，行。车好啊。车了，你这身体素质太差了吧！为什么来这儿？溜冰啊！大老远来这种野冰场，城里面那么多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不一样，我小的时候放学每次都会经过这里，一是爸爸妈妈怕我受伤，所以从来不让我进去。3年，我从这里经过了3年，我可是一次都没有进去过。因为你的眩晕症吗？嗯，虽然他们有点小题大做，但是也是为了我好，所以我真的很想滑一次啊。
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自己站起来试试。站直。我站直了呀。放松，我放手了。不行。不会让你摔的，来。哎，双膝微屈，眼睛自然平视远方，眼睛不要盯着脚看，双脚打开，手慢慢的，对，哎，不行，别走。相信自己，我就在你面前，爬过来。要不要我爸爸帮你？我爸爸很厉害，我们家的帐篷已经搭好了，在那儿呢。不用了，给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爬得好帅啊，能不能教教我们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个笨学生，教不过来。戴上。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这儿只有小孩的护具了，我还怕你头大戴不上。我头大，你头才大吧？不仅大还秃。说什么呢？我那是谁造成的？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？脱毛膏的事情还没给你算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换了发型之后，这尽显男人本色。懒得跟你计较。我还没有算你装鬼吓我的事儿。还记着呢，我说这么小声你都听得到，有回音，是吗？没有啊，喂 ，Hello， 你又骗我，你又把我当傻子，啊，你先别走啊，走，我带你。记住我刚教你的技巧，再试试。我可不可以扶着你啊？你扶着我，你永远也学不会。记住我教你的，放心，不会让人摔的。我在你旁边。你要是能永远在我身边该多好。来，发什么呆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再来。现在。试试，自己试试。见你第一面，就一个眼神闯进我心间，小心翼翼，一点一点，慢慢接近你的身边，给你我
所有时间，对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坏坏坏坏你坏的可爱，我想要跌进你的怀，不理不睬被你打败，对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乖乖乖乖你是我的菜，只要你谢谢你，让我的初恋回忆满分。来，给我吧。行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来干嘛？干嘛？帮左右制霸冬令营啊，是吧？嗯。嘿嘿。过来。啊？过来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上次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亲子鉴定也做了，怎么还不死心啊？左右，我放不下你，因此我也放不下左右。你以前说我没责任心，没志向，没理想，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和左右的志向就是我郝英俊的志向，帮你们实现理想就是我郝英俊的责任。不是你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就算我相信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儿子可不是那么好搞定的。所以你下午的活动也是可以参加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我来就是帮你拿第一的，知道吗？切，拿到了再说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项目叫背对背拔河，我呢就以左右和丁一两个家庭为例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规则。哨声开始后，位于中间的两位爸爸开始背对背拔河，每个人手里呢都有一张贴纸，先把贴纸贴到孩子的胸前者胜出。准备，三二一。等等，大哥，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哪个明星啊？我仔细想想，真的真的，我看你特别的面熟。哎，有别人说你长得特别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猛张飞，有没有？哎，有。《水浒传》里的黑旋风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真有啊。哎，这些都不是最像的，最像的呀就是那个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刚鬣，有没有？啊？耶！哥们儿，有人说你长得像哪个明星啊？我，黄月啊。谁？我呀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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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对不起啊，没能让你拿第一。这个给你。我。那。啥呀你，这么拼。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俩开心开心吗？疼吗？再喷点，再喷点。
哎呀，哎哎哎哎，真疼，真疼！开着车呢。给你。猪蹄汤，你做的？当然，跟你那个独门秘方呢，肯定是没有办法比。但是我呢？秘密武器。猪蹄汤来了，小梦啊，多吃点，吃饱饱的才能长个头，超过你哥哥。是老板娘的声音。怎么找到这家猪蹄汤的？是阿姨告诉我的。她说之前你们一家四口在冰岛的时候经常去喝这家猪蹄汤，后来你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去喝，所以她就干脆跟老板娘学了这个手艺。哎呀，你快先尝一尝呀，有没有你熟悉的味道？谢谢你。没有，你开心就好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我对你一点也不好。没有啊，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，就有点凶，偶尔有点凶。不对你凶一点，你怎么长记性？那现在两个月的时间也快到了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，让我长长记性吗？没有，就觉得终于要走了，青姐。冷面魔王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要感谢你这两个月对我来说惨无人道的照顾，让我不仅提高了我的业务水平，也极大的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。所以，现在期限就快要到了，我的离开，就当我对你的感谢吧。那个我妈当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让你那么替她卖命？阿姨说只要我完成任务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奖励啊。那你完成任务了吗？
我现在完成了呀，阿姨呢就是想让我考验你的，验证一下。验证我什么？啊，就验证你的取向。那你这个方法不能用在别人身上了。不好用。走了，愣着干嘛？不是要看星星吗？啊。